准备想做一个酒酿拿铁，之前在外面的咖啡店有喝到过，就觉得还挺好喝的，然后家里有酒酿嘛，就想试一下。哦，忘记加冰了。你什么时候进来？看什么呢？注视什么？没什么。对，我先走了。列车已进入，请站稳扶楼，前方到站。他就是渣男的品味有问题，他的对。两位，你好，帮我点一个那个牛肉烩蛋包饭加蔬菜那个。对对对，这个不是咖喱哦。跟这个汉堡咖喱饭奶酪。奶酪。对，然后帮我加一份蔬菜。好的。挺多的吗？跟我说很少，然后他肯定怕你不够，后面要加。哇，拉丝。嗯。啊。屁股。加蔬菜，四星干鲜海蛎。好，这边是上完了的哈。好的。嗯，好香哦。嗯。你知道吗？我开车要上网课，说好啊，然后要上到10号，9月10号。哦哦哦，那还好。最主要是上网课好死了。这个阳光有点让我睁开眼。首先，天气太好了。大嫂，好了，稍微小班一下哦。好的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拜拜。嗯，上面撒的好像就是黑松露。刚才偷偷尝了一口，感觉还可以。真的吗？嗯。喝到黑松露味了吗？嗯。可以，好喝，我这个你要喝吗？喝一口。它上面加的是草莓奶。嗯，我说刚才没有喝到咖啡味。嗯，还可以。嗯。我今天要什么味道的呢？
了一个手机壳和一个支架，我最近有点喜欢这种棋盘格，这个是我之前用的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松了，所以想换一个新的。可爱呀，今天早上准备吃这个鲱鱼紫法棍。进去，进去之后，突然，几下闪烁，光暗，灯控里一片黑暗。15秒之后，灯亮了，门关着，且没有人在。时间又快转，快转，快转，到45分的时候，撒，进了茶水间。贾美庄、魏秘书、荣美庄进了茶水间，在整个过程当中。做个蛋包饭，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
说凶手另一个亲人到底什么意思？身边随时都可能有警察，只要你的枪一响，就会把警察都引进去。
今天早上准备吃麦片。然后我还烤了一个盐面包，就之前超爱吃盐面包的时候囤的，还剩一个海苔味的。具体时间呢？哎，那些凌晨我输光了，曹村师，之后第二天还有我和马大的，之后再没见过他了。我没跑啊！哎，刚刚愣了一下，还有点难看。我说吧说，我之前偷辆自行车，借给毛三骑了两天。都还了之后再没骑过来，车呢？虽然性子包括脾气有点坏，但心肠很好。你忍他是因为白老，你还不了解他，以后接触时间长了，慢慢就能接受。我今天打算做那个红茶贝果，伯爵红茶贝果，然后准备先做红茶奶酥。然后加一包这个红茶粉进去，我是红茶粉。刚刚把就是其他的粉类、酵母什么的都加完了。然后再加两包红茶粉。先把切成两份，因为我准备一半加陈皮丁，一半做成奶酥的。这是十几克的陈皮丁，把它揉进去。做了四个，结果只剩三个了。这两个是陈皮的，然后这个是加了那个奶酥的，但是感觉已经有点爆开了，不知道行不行。然后另外一个已经是抢救不过来了，所以就将就
只有这三个了。闻着好香呀，这个就是刚刚那个被我就是在造型的时候被我感爆了的那一个，然后我把它随便捏了一下，还是把它烤了，不想浪费。然后这个是那个奶酥馅的，居然没有烤爆，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然后这两个是橙子的，橙皮蒸的。想尝一点这个造型最丑的，红茶的香气还是很香的，因为有那个奶酥的那个红茶奶酥的那个香味，就红茶味更重，竟然还不错。就但是它是因为是用贝果的面团做的嘛，然后就不是很蓬松，比较有嚼劲的那种。等了超久的炸鸡终于送到了，今天做面包太累了，就不想再做吃的了，就点了个炸鸡。点的双拼的，一个是川香麻辣，一边是芝士的。先来尝一个芝士的吧，就是因为送的太久了，炸鸡的皮都不是很脆了，但是味道还是可以。在住着还习惯吗？我知道你来干嘛，你快直说，我就马上报警告你私闯民宅破坏财物，徐母管不管？你知道我不忍心。这个麻辣的看上去不太麻辣耶，但是对付个个案主编上个报社还是很容易的。这麻辣的好吃，我就不信你心里没有再一个人。